其实我骗了所有粉丝一件事情将近半年。我其实已经剪头发剪了半年，我这半年都是戴着假发。你在干嘛？这什么啦？哪有人梳完自己的头发再梳隔壁的？不是，因为我这半年都戴了假发，所以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一起床弄好之后，我就要准备戴上这顶假发出门，所以我每天都会就是这样子梳这个头发，因为这个假发它是真发，所以我都会帮它整理，因为它就是很像我之前的那个头发嘛，而且就是我还要帮它洗头。Oh my god！ 反正我这半年就是过着每天出门以前都要戴假发的日子，然后每天回到家都会被它吓到一次。弄完假发之后，然后我就一定要这样子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戴顶帽子，就平常你的你，对对，就以前的我。那你为什么要就是长这个造型长半年呢、啊？哦，因为我会剪这个短发是因为拍电影，然后因为我们电影是今年的九月才会上映嘛，所以我是为了要就是配合电影的宣传，所以我才隐藏这个头发，因为我不能先让我的新造型曝光。我的天哪！然后隐瞒了半年，好励志哦，感觉头发流很多汗呢，为艺术牺牲。出发。早安，某个台湾的朋友，大家好。等一下，我真心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们是网友，你们是真的很想知道自己喜欢的明星是早起还是晚起吗？喂，好像还好。就是对啊，就是问这个问题是真的认真想知道吗？我是晚起。我早上会直接跳过啊，因为我刚不是说我会晚起吗？我就会做一些我平常因为工作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，好比说我可能就会安排一些就是做脸啊，然后就是去电疗啊之类的。我觉得我好像只有睡觉的时候没有用这两样东西，每天都要在上面跟我的墨宝们互动，所以我最常打开起床第一个打开手机就都不先看讯息，先打开我的 Instagram。 其实我们今天是长达20个小时，你误会了，是20个小时。所以我昨天大概就是吃完晚餐我就立刻睡觉，想要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，因为据说我今天好像最后一看我还要被水淋，所以就是那我们大家继续看下去。Vogue 的朋友，我是卡戴珊。我们现在呢要拍这个 e-cover 的第一卡，重点是我等一下会有一个非常让大家下巴掉下来的一个惊人创举，第一次就献给 Vogue 台湾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下去。我喜欢运动，日常运动，辛拉面跟上一题好冲突哦，但最近不能吃。我喜欢追剧，对，非常喜欢看 Netflix。我最近在追《上流战争》，希望大家一定要追，是那部韩剧，很抓马的，跟我本人一样抓马。我喜欢看爱情片，因为我是浪漫的双鱼座，虽然看不太出来。我不敢看恐怖片，我会吓死。哦，我好像有一些怪癖，我从来都没有跟粉丝讲，就是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看到零钱跟铜板放在桌上的人，就是这是我的怪癖。就是我如果看到，比如说我回到家，有一些人不是会把零钱放在桌上吗？哦，那个我会疯掉，我就会坐立难安，然后我没办法坐下来，我就会发疯。就是比如说经纪人跟我一起睡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做这件事情，我自己家也不会。因为有些人家里会放那种聚宝盆，然后里面就是零钱直接放在电视前面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放，不行，
我现在想到都觉得很麻。在第一套拍完了，我们要准备去换第二套咯。我们现在呢要拍第二卡，然后我觉得大家镜头可以往下。它位置可以吗？我现在的脚下呢穿了一个，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恨天高。我真的，因为听说这双鞋真的是阿妹穿的高度，哎，她怎么可以穿这个然后跳三天三夜？还是其实我们也可以，你可以三天三夜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拍摄蛮挑战的，但是我觉得新尝试拍电影也是一个挑战。成也 KOL， 但是大家也会把你定义成好像你只能做 KOL， 不要想着你要成为某一个人，你也不要想着你经营社群是一份工作，你应该就是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很真诚的把它分享出来，然后不要去局限自己。等一下，你快起来帮你拍摄。我等一下就是要去吃，我就是等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两个吃 OK。这是最后一套了，就是完全不能有赘肉的服装。我现在已经拍了20个小时，我好开心哦！一点都不累，一点都不一点都不会累。我还要再拍三天三夜，好累哦！我等一下要泼水的心情就是，哎，我会回光返照吧？因为水泼下来，我应该就醒了。而且听说水是冷水。那最后给我们一个表情，结束今天的。结束今天吗？恭喜发财！大生日快乐！这演唱会的光。这个头发就很低沉。现在心情还好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我心情好好哦。可是没有，可是我觉得看到成果很美就很值得。嗯，跟你上次好像有一次是自己在水里拍的那个，哦，那个比较痛苦，因为那个是寒流。哦。那个是才好像10度吧。嗯。可是我们在今天就是还蛮温暖的，所以我觉得好很多。刚刚好像不自觉打了几个。因为是被洒，我那个时候是泡在水里，所以就更可怕。我觉得53天，我就睁眼睁眼睁眼睛。报告台湾的朋友，敬请期待数位封面。